哎，完蛋了，我没有苏打水，真的很选时间，怎么刷？太酸了。什么东西？刘小姐吗？嗯，这个我刚没听到。嗯，我再确认一下。哎，完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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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没有苏打水。真假的？对，都快了。等一下，要掉漆了。好，现在去买。要打电话叫吗？苏打水吗？对啊。旁边有，旁边有 seven 呢。seven 没有卖。seven 没卖。来了来了，准备一下。真的很选时间。怎么刷？你好，你好，请问您是夏小姐吗？那我就安排王子设计师给你。好，来，麻烦请进来。Hello， 我是天晴，是修老师的。对，那我这边，你这里坐。谢谢姐姐，你不客气。这头发也太长了吧！Oh my god！ 他提出的要求是要剪短，我觉得是有一点松了一口气，剪长发比较上手一点。如果遇到男生客人，我就会比较紧张。你好，我姓刘，我是媒体部的。媒体，我希望今天如果你有需要的话，我可以帮你做一些放松。然后，这是我今天帮你准备的材料。好，好，那就是淑云今天他跟你讲一句话，我愿意敞开我的心胸，让别人了解我。对，然后这今天对应到的是蓝色。对，蓝色是在我们这个地方。如果你今天刚好穿蓝色，对，有了这个颜色之后，然后它就会让你畅所欲言。你讲你想讲的，然后所有事情都符合你真实的想法。好，好，对。好，祝你有美好的一天喽。我先帮你叫设计师来跟你确认一下你们今天要做什么。Okay。 然后我叫做 Vincent， 很高兴为你服务。Hello。 你要跟他确认吗？啊，他是吗？没有，我那位客人是刘小姐吗？嗯，这个我刚没听到。嗯，我再确认一下。你好，是刘小姐吗？对不对？夏小姐，好，好，我等一下先过去。好，那我先帮。姓谢，我帮你询问谢。好，姓谢小姐。刘夏，你们应该不是姓谢，你应该是夏。我都是夏。对。那你就请。还是刘？就有一个刘二声的，我刚有听。你们要记清楚人家的名字。好，小姐，请问贵姓？是姓刘小姐吗？好，稍等一下，是姓刘，刘小姐。对啊，刘小姐啊，小姐。刘。我觉得今天可能是大家都第一天，大家还是比较慌乱的一个节奏。这样会太紧吗？不会，好。我们要放下，放下那些。总监，他的围巾围错了。谢谢。来吧。但这个时候去是不是很不礼貌？沟通完再准备洗发的时候再去纠正，会不会比较好？对。你看看好不好喝？太酸了，你刚好喝吗？很酸。没喝是吗？什么东西？不行啦！对啊，我们要等蔓越莓。对啊，还要直接这样去买饮料店的回来冲动一下。我有酒，你有故事吗？最有趣的内容都在来吧营业中官方频道，请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